午安，大家好。今天偏劳大家一起同心协力，成立我们关心协助韩国瑜竞选中华民国总统。我要特别感谢各位踊跃出席，我要再一次表达诚挚的感谢。谢谢大家，主席，感谢各位。其实国家治理跟牙科是相等的一样，有些是已经国家治理的不好，那变成民生非常困苦，不论内政，不论经济，不论外交，不论两岸，都已经出现很严重的问题。那就像牙科哈，我觉得可以喙齿吼都已经败去啊，都爱甲拔掉这样子。大家讲对唔对啊？无甲拔掉吼，就一直咧咧作怪，逐工都会痛，逐工都无舒适，食头路嘛无舒服，啊回家也是牙痛，所以这是同样的道理。我们检讨一下，过去这三年半。有哪一项做得比较好？没有一项。老实讲哈，我检查，他都做得很好。我来看哈，看到底治理的好不好？第一个是看这个政府是不是干净、有能力，就是廉能而有作为。这是酸总统也好，伊将来了刁总统。伊就爱选好好，找一个有能力、有品德、有经验、真勇的来做副总统。过来，立法院就爱选超过一半，起码113席内底，你若57席吼，虽然过半，但是无过，因为第57个吼，伊明仔载可能变通去啊，换去对方。他说今仔日即片岛明仔载算在下岛就系啊，所以一定要60席。只有总统选正确的韩国瑜候选人，而且立法委员能够达到60席，过半多3席，这样子的话，好的政策，好的医生，好的法律，才有法度真顺利得到法律的同意。所以。那个检查这三年半以来，看起来并不是真好，甚至真歹。你看看治理国家哈，咱最后的所在就是台北市首都所在华山，还不久以前几个月哈，还出现杀人分尸的惨案，这是足严重。过去已经真侪年迈发生这款了，开人都剁做八个这款了。啊，你讲经济，老实讲，未必啦。马总统过去在2009年调我这个行政院长，那一年是9月10号，88鼠灾后3个月。那我要跟各位报告，这3个月，这林郑月娥就开始做各种的准备，好的政策出来。所以，一控年，就是民国99年那整年，我们经济成长率就达到10.76%，这是48年来最高的经济成长率。我甲各位报告，蔡英文女士即摆拢在保一甲保二。咱的经济数有保一、保二、保三、保四、保五、保六、保七总队，以前拢在管保一总队跟保二总队，所以老实讲，你起码拢变2.几%就觉得很高兴。如果2.5乘以4年，加起来也不过就是10%。各位都是牙医、牙科非常棒的大夫，所以一细腻。唔知道我都加起来超过10%无，那就有困难。90%，也抵不过我民国99年10.76%的经济成长。所以经济
无啥物好娱乐。老实讲，即摆足侪，你看观光旅行嘛减少去，上大宗的陆客减少，外国客也减少。即摆敢若算东南亚讲哦，我们南向、新南向啦，啊，新南向是去共佚佗咧，甚至去泰国去佚佗，都爱个个手续咧，不公平。所以跟各位讲，经济也不够好，政治上也不稳定，社会也有很多动荡，两岸也在那里僵持，所以足歹。大家拢烦恼讲吼，经济若继续安尼去，你讲观光客减少去，你过去民国97年开始，观光客是每年调动一个百万位数，就是讲无一定百外万。有时要七八十万，但是那个百万位数都是会从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按那开始的。高德庆林384万，98年439万，99年535万，100年608万，101年735万，再下来801万。再下来991万，最后一年8年1043.9万，就每几年拢跳动一个3456789十，这样对旅行社、对游览车、对买卖店、对食饭的店、对旅馆，拢是足好的经济的行动。所以我要跟各位报告，治理国家，你看连外交也差很多。你来问看马总统那8年，我甲各位报告，陈水扁总统2000年就任，迄阵啊拄54国予咱个签证，啊2008年交予马英九，嘛是要过2000，还是54个免签国，到2008年以后，3年后就是2011年，我们免签国就增加到164国。164国等于增加110国，不是说为了节省2000块或者3000块的这种这免签，要签要2000、3000，免签都先2000、3000这些修改签，但是国家的荣誉跟尊严是最重要。所以跟各位报告，看起来蔡英文女士经济也不够好，治安也不够好，两岸也不好，然后社会也不够，政府也不够廉洁，所以这款的状况，即摆足侪人在讲啊，讲即摆吼，上好的工作就是啥，下架空心菜，安尼就对了吼。空心菜不是咱食迄个硬菜迄款，是姓蔡的蔡。蔡英文呐、啊，对吧？一语中的。大家都知道吧？下架空心菜，上架中华民国派，安尼就对啊。哦，安尼好唔好？哇！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。我甲各位推荐哈，这边到明年1月10日有3张票决定。第一张选总统，甲各位推荐哈，这张票。一定要投给韩国瑜，好不好？好，拜托拜托。哦，韩国瑜动酸中共，喝喝酸，行政院长组成内阁，执行执行政务。过来第二张票，要恳托大家，我们总共有79席是区域选出的立委，像汪志斌也是79席之一，但是吧，有就是。林玉芳，哦对啊，有数，林玉芳有数，还有傅昆萁，还有张玉梅，另外有34席的傅昆萁是第三张选票，政党票很多，大家锦罗圈看完邓底，中国国民党顶管的这个小的方块，要邓好起来，安尼老党达到60席，我们有很多过去这3-4年来。不公不义的法律或者制度，
或者呢预算，我们就可以重大的改变。另外最近你脑壳真出名的啊，是卡神的哈，上面是卡神，我喜欢那些神哈，卡鬼差不多是吧？卡神的不是卡神，杨慧茹真的是害人的，你敢讲？那有四个议员哈，代表请完，专刚召去东京，甲谢长廷驻日代表讲，你奈去吼这个卡神，啊呢？引导风向和代班大阪办事处的书请城处长说总要起来，啊，这是脑壳足大，但是这个杨慧茹吼，干那近乎近两年来，各位来看报纸吼，新闻就知啊，差不多要提到一个办一个网球比赛，没有四回。几千万，这个嘛几千万，那个嘛几千万。你若今仔日看报纸就知影，敢那办活动，敢那这个所谓杨慧茹，安尼赚政府的钱就赚要几亿啊！你甲想看够有多？咱做牙科医师嘛无遮好赚，你爱读个大学，啊，佫拢做医生，啊，拢足认真，啊，袂使出错。你要一年哪有当？一两年要他赚八千万，赚一个月多，政府都无得拍卡刷讲，可能连一千万嘛提不了。你看即摆咱牙科医师拢足认真，医术拢足好，读册拢足牛，品德也真好。啊，要他赚到一千万，像这个干呐杨慧茹就使赚八九千万，甲一个月，拢国家的钱，像即款嘞浪费国家的钱。啊，英文律师嘛是咧骗食，讲台商返来台湾要摕八千亿出来台湾，哪有遐济？那无可能，赚一千亿嘛无啊。老实讲，拢嘛是银行借钱，银行借钱有啦，真正讲摕几千亿，无可能。伊要摕美金返来，敢有可能？摕人民币返来，敢有可能？伊要摕新台币返来，敢有可能？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拢歪了个啦，拢是空心哦。所以甲各位报告哦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下架空心菜，好不好？下架空心菜，上架中华民国派，安尼就对啊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三张票拢邓得清哦，金和平邓得准，安尼就对啊。画好先给后边，对不？画好先给后边，哎。所以，而且甲各位详细吼，安尼讲一下，真感谢各位恁为咱的比赛，不管是身体健康较好，牙齿也好，口腔也好，都有最好的照顾跟医治的能力，我们要特别感谢。所以我咧想讲，这国家就是办法，这个牙齿就已经拢硬去啊，啊，无甲半条都袂使。所以请踹，这都要给踹起来，要踹好清楚，安尼踹起来，叫下架，安尼对不对？下架蔡英文，好不好？上架中华民国派，安尼好不好？我们希望韩国瑜这总统了，一定要好好来做，连任政府袂使有歪哥，袂使贪污，袂使假党假地，袂使假钱，一定要清廉。第二，经济要做好。对于讲的，讲台湾安全，人民有钱，就是台湾安全，人民有钱，好不好？好。这条就好诶，那白话大家都听得懂，就是经济能够搞好。第三，社会能够和谐，年轻人跟年长的人互相照顾，互相尊重，男性尊重女性，女性也能够尊重男性。任何工作，不论是资方或者是劳方，一定能够合作，这种社会爱回和海。最好一条就是啥？就是两岸在一中各表的基础上，这个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，不是蔡英文乱讲的。蔡英文拢讲白话，讲什么九二共识啊？这一国两制，
一三八那个卵酸共的，你来看哦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民国八十九年七月六号，蔡英文女士是陈水扁总统第一任唐飞内阁的第一任陆委会主委。啊，一次注意，你要对唐飞去提拔你，答谢。咨询的是陈超明立委，是苗栗选出的两个立委之一，一个叫陈超明，一个叫徐志荣。陈超明立委，你七月前啦，民国八十八年七月前啦，问蔡英文女士，讲主委，你是不是知道有九二共识这个事情？那蔡英文女士跟他回答。一共在九二年，两岸是有一个谈的过程，但是在我方的立场，请注意哈、哦，在我方的立场是各自表述一个中国，各自表述是过程，一个中国是结局，其实跟一中各表是不同的。一中各表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，你表你的一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我们表我们的一中是中华民国。这个叫做一中各表，而不是各表一中。可见蔡英文女士连逻辑都不清楚，各表一中那就变成糟糕了。各表是过程，一中是结局。难道她希望统一在中共的手下吗？她现在又加了一个是中华民国台湾，一定宣誓就职，刚才她宣誓我就任中华民国台湾总统，伊嘛敢安尼讲，讲这拢唔对个代志。所以像这款的无老实，啊无正直，啊无水准，啊嘛无贡献。所以上好的方法就是下架蔡英文的，下架空心菜。哦，咱卖个点名，啊，但是拢知嘛。你叫我讲诶。那个玻璃是，空心菜干。下架空心菜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上架中华民国派，只有押韵，你知道？那是菜，啊是派，这话想真久吼，啊要有押韵才知道。这个讲西古一定要押韵才知道。所以下架空心菜，上架中华民国派。韩国瑜如果做总统，一定让中华民国向上提升，让台湾安全，让人民有钱，大家支持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三张票，第一张邓我韩国瑜，韩国瑜，动山，韩国瑜，动山。稍等下，恁人遮济，啊，我有麦克风拼一下去，来，韩国瑜，动山，韩国瑜，动山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动山，动山，动山。哎，明白。下线有够好，安尼就对了。所以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把大家感谢。第二张票我要转给区域立委，第三张票转给不分区政党票，转给中国国民党。干那拜托这三张票，认得清，转好钱，安尼咱就希望中华民国就搁较有前途，台湾就搁较安全。人民就更加有钱，这就是咱共同的愿望，对不对？有，对不对？有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了。谢谢，感谢我们吴主席，恳切的跟大家诉求，请大家全力支持中国国民党，我们的区域立委，还有我们的总统韩国瑜。林玉芳，还有我们浩李玉才。
师交给你。大家都在这个质疑啊，我们韩总统为什么？